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这么多摄像头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这儿都有，你们连喝水都不放过吗？这些呢，都是为了节目效果、拍摄需要。还有啊，那个根据节目组的规定，二位的行李暂时由我们保管。待会儿呢，我们会给到你们一些生活的必需品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配合。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什么任务？节目都是这么录的，对吧？狗，狗，好可爱呀！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在度假村这三天，这条狗就由二位来培养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临走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。带走，带走。还有，这段不准播。听说你很喜欢小动物，如果有机会让你养宠物，李先生会同意吗？我认为他肯定会同意的。你能不能把那根绳子给我拴好了？你能不能牵着他？万一他跑过来怎么办？你看他多可爱，能不能有点爱心？什么叫没有爱心？我就是……你难道没有怕的东西吗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这样会吓到他的。你要留下他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划分好他的活动范围，他绝对不能踏入我们的生活区域半步。喂，我说话呢，你看什么呢？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请给我洗澡。你说什么？洗澡。不理他，一会儿我们洗澡啊。哎，夏小姐，那个等一下呢，您跟林先生啊，哎，就在那儿给狗狗洗澡。嗯，好的。林先生人呢？林先生他刚才有点水土不服，现在正在拉肚子呢。哦，拉肚子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林一舟先生水土不服，正在拉肚子，我们大家再等他一下。林一舟先生水土不服，正在拉肚子，我们大家再等他一下。林一舟先生水土不服，正在拉肚子，我们大家再等他一下。水土不服啊！一会儿给你洗澡澡，洗白白，好乖呀、啊！哎，别动！刚才谁说我水土不服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准备这身装备让大家久等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准备开始拍了啊。啊，走。哎，不就是给皮蛋洗个澡吗？你穿成这样，你至于吗？皮蛋？啊，我给狗狗起的名字。这样，我一会儿按住狗，你就在这边给它冲水，这样你还能离得远一点。谁说我怕狗了？那你去啊，快点，快点。别动啊，皮蛋，冲水一下。啊！你喷我干嘛？你故意的吗？不是，我就想试一下，我都还没按呢。你看我。啊！李一舟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不用洗，我自己来，给我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故意的。我没有要喷你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给我！哎，就是错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别喷我了，你把狗按住。我谁能回答？谁能教我恋爱的魔法？变奏感情的麻瓜。如果有功课叫恋爱法，我会每天准时打卡。可惜我不是三德瑞拉，没有仙女教魔术法，没巫邪不能擅闯出发。我要锁定命中的他。让我心脏扑通扑通跳跃的他。两位可以了吗？可以啊。可以了，那采访直播就开始了。嗯，请问您和林先生在一起多久了？嗯，这个是我和林先生之间的小秘密。您好像连他怕狗都不知道呢。我就说平时在家里和公司都不让我养狗，所以说这就是我要感谢节目组的地方。
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彼此。那林先生，你怎么评价夏琳今天的表现？今天的表现呢？我觉得这就是真实的夏琳，跟你们在镜头前面、荧幕上面看到的都不一样。今天这样子才是她真实的展现。虽然她很冒失，但是我觉得很可爱。哪儿脏了？这不挺好的？不好意思啊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度假村每天的热水供应时间直到8:20，现在正好8点，还有20分钟就断供了。当然，浴室是没有镜头的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早点休息。好，谢谢。林州，怎么了？好了，默默，你先洗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门呢？什么门呢？浴室没门。没想到上面肯定不够。怎么样？觉得这个设计挺好的呀，我回家以后，我也要把我家浴室的门全部都敲掉，非常完美的解决了我进出浴室哦，是我们进出浴室的方便的需求。哪里方便了？小心摄像头嘛。我的未婚妻女士，没有门就没有门，你为什么要叫这么大声呢？好啦，你今天累了吧？戴上眼罩会休息得好一些，这样还看得见吗？很好，但我听得到。我好了，该你了。木木，什么味道这么香啊？默默。什么事儿？洗发水没了。就在屋子下面呢。我找不到，你帮我找吧。好吧，我帮你找。怎么连衣服都不穿？不就这儿呢吗？还是阿道夫的。浴巾。我的。谁的？我的。那你光着。不，什么情况？你都不知道，简直太尴尬了。我一想到跟这个人要相处3天2夜，我投河的心都有了。想到林道士这么变态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啊，反正这次是凶多吉少，我预感这次肯定会被我搞砸，我会被网友骂死的。飞姐，你说我是不是不该签那份协议啊？夏琳小姐，现在可不是你后悔的时候，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。我只知道今天一来现场就差点露馅了，我连他怕狗我都不知道。可是节目你也参加了，不能半路退出啊。你等一下，江姐发信息了。采访直播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讨论你们的关系真假，微博也流出一些现场照片，质疑你和林玉洲私下互动很少，不像是真情。是吧？现在转发过千，公司这边已经在控评了。我保证，我真的很努力的在演了。好了，飞姐。夏小姐，现在真的不是你哀嚎的时候。
你现在呢，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。大众看的是结果，你上节目的目的之一就是证实你们的关系，不能弄巧成拙。就这两天了，记住，演戏演全套。心眼全套。从你签约开始啊，你就要好好扮演林一周未婚妻的角色，只有平稳度过这一年半载，到时候呢，你再发一份分手声明，你就可以重获自由了，对不对？加油！你说的没错，我会加油的。明白，江浅。我们再把那个流程再对一下。嗯，好。哎，夏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编导老师，你们会一直拍吗？连睡觉都要拍吗？不不不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了。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今天辛苦了，我帮你按摩，你趴下。啊！我帮你按摩，你快趴下，快点。好啊。好舒服啊。舒服就好。默默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点都不累。默默，我们去睡吧。去你的浴缸睡。